盘点不同人使用落地水。新手玩家使用落地水不是很简单吗？看来以后不能叫我新手了。哎呀，这怎么这么高呀！摔下去不得屁股开花？我们先在这里倒上一桶水，等水流到地上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顺着水直接落到地面，一点血都不会扣，非常的安全。老手玩家，新手那算什么落地水呀？ 新手果然还是新手，还是让我老手来教教你们吧。其实落地水很简单，只需要在落地的一瞬间把水给倒在地上就行了。你们看我是不是没狗带？大神玩家，老手的落地水总感觉还是差点意思，我的落地水才是最帅的。首先我们打开触发器，点击事件，点击玩家，选择玩家按下按键，接着点击动作，点击方块，选择以方块填充区域。 方块类型选择水，区域选择在，你要下落的位置。最后转换玩法模式。现在我们从这里跳下去，然后在落地的一瞬间按下按键。你们看，我就成功掉入了水中，是不是非常的帅？